其实我在出来唱歌，是因为我的父亲走的时候，他一直希望我再出来唱，所以我才会想说，在12月29号那时候再办一场个人小型演唱会。那之后歌迷他们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到台北，那很多人都在台南、高雄，所以我就开始办一连串的签唱会，带着潘老师一起跑，跑从路人，是从路人变素人。对，没有关系啦。然后会变达人的，对对对。然后所以我想要介绍潘老师，大家等一下请看看潘老师打的太极拳，真的不可思议，那个动作发劲，不是我们在公园看那个慢慢来哦，也因为那个曹兰说他没有看过大西，他说是不是大西瓜那种切一半，然后推过去再推过去，他说他从5岁开始练到现在，没有看过大西瓜，西瓜进阶版，进阶版，所以我想要介绍我的新的专辑《情是太极》，希望你喜欢。好，我想在后边，以免被他掌风推到。还好高雄这个成品这个地方是很大的，位置很大。